之前喺網上大家就見到有好多呢一種手繪風嘅相片啊。咁到底啲線條係點樣整嘅咧？唔通係自己畫嘅？梗係唔係啦？其實係靠一個 Apps 去幫手。打開咗個 Apps 之後咧，就點擊你想要整嘅相片出嚟，跟住咧就撳效果，然後咧再撳呢一個掣，咁個 Apps 咧就會自己幫你畫個輪廓出嚟噶啦。然後咧再點擊一下，就可以調整翻線條嘅顏色、線條嘅粗細度。亦都可以上下左右咁样调整你人物线条嘅位置。除此之外，你亦都可以将你张相嘅背景变成黑白色。温馨提示一点啦，如果你张相嘅人物同背景越清晰嘅话咧，咁个 Apps 帮你画出嚟嘅人物轮廓咧，亦都会越清晰噶。